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水产杨帆。最近几天我想开设一期水产课程。我的想法是，第一期的水产课程是2021年，就是7月19日到8月19日，1个月的时间。我准备做8节课，每节课大概1到2个小时。然后是我们分为4周来完成，每周2节课。课程如果太多的话，我觉得会学得很累。每周2节吧，我觉得频率应该还可以。一共是8节是120元。有想了解的同学可以加我的微信，然后可以报名或者咨询。8节课主要讲的内容就是水彩风景，我会选一些比较适合新手的，然后可能在后面8节课的后面会选择几期做一些有点难度、更有意思的水彩风景来进行绘画，然后我们课程是采用录播的形式。就是我会录好，然后是原素视频，我会在视频中加上讲解，会讲解，这幅画完成的每一个步骤，还有一些小技巧、小细节。就是大家在作品完成之后，可以微信私信我，然后我会看一下你的那个画，然后给你一些建议，小建议。以上就是这一期的视频内容，谢谢。